今天在座的年轻朋友要牢记祖先辈的奋斗努力，各自在走向国家统一、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负起今天年轻一代的责任，让我们共同携手合作，两岸中国人同是一家人，大家团结起来，追求弘扬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、博爱精神，中国一定强。